有总理大臣蔡介元教授演讲。秘书长，林志兴博士，咱的副主席潘副主席，以及咱的官方长官郑老先生，在这各位先进、各位同心，这个咱的季教授对德国等啊，足甘心嘿。今日是咱第13届法律建国会演习会吼。另外就是咱第4届迄个大专生的迄个夏令营，同齐来举办。今仔日咱现出席，出席的差不多20几个人，较晚要的人会过来，因为今仔日要上班，所以啊，有一寡咱的同心啊，是讲新来的这个会员会友，拢会过赶到位。另外有的今仔日袂当到的。明仔会来，所以咱大概一期拢差不多40-50个左右安尼，上济将近80个，就是讲第一遍来80个。若讲吼，第三天有当时坐先哦，坐个安尼100外个，坐个坐满满。我还记得7月23星期的时候，将近400个人看的物件哦，食个强要无够，300外个人安尼。也表示讲，咱这法律建国会这个法理论述吼，渐渐已经有足侪人会当同意，真侪人听到这个论述，对台湾的未来都感觉讲有真光明的这个期待安尼。我最近有一天，差不多半夜时啊，8-9点的时候去朋友遐，结果伊泡的茶吼。新来的朋友请坐，嘿，泡迄茶吼，啉起来阁足好啉呢。怎啊一直甲啉，哪坐哪啉哪聊天，讲到11点，另外11点，还剩啊迄暗，等于说困袂去呢。困袂去的时候，我想底下倒嘛毋是办法，怎啊起来看一本册？迄本册册名叫做《台湾史的概说》，《台湾史概说》是咱婚姻观当四乡。的人士哦，这个黄老师，黄梦雄写，黄梦雄是做梦的梦哦，狗熊那个熊，熊猫那个熊。这本册在1997那当阵出版的。我那本册放在书架吼，足久刚才想有时间要甲掀，上头爱甲掀看几页，感觉讲甲咱的法理论述有一点啊差别，所以我。怎个等到书架上，都放在我的客厅的书架上。迄人困未起哦，才11点半、12点的时候，我起来，怎按头到尾认真甲看，看到4点外，看了是足感慨，看尾一部分还袂看，我看二八事件结束，非常感慨。我马上改随写一张，甲迄黄老师写一个我的意见的。一张批啊！我甲讲2点，看到这个340页的时候，有2点我感觉讲较无法度接受。第一点是咧讲啥呢？讲因黄家对康熙的时代就来到台湾，所以啊，讲起来伊是汉人啦，吼！但伊觉醒，到啥物时阵觉醒？伊读大学了。伊1930年左右生的嘛，读大学了，然后出了社会，才知讲夭寿，这个社会完全甲伊过去伫庄卡得到家庭教育，甲日本时代所读的书，拢完全无共款。所以伊才觉醒就讲，嘿，这国民党这个政府哦，伊所讲所做拢，哦，讲的甲做拢无共款，互伊安尼真安尼错乱甲挫折。伊去做老师的时候，感觉讲迄教科书写的拢假，但是伊若要讲真呢，这个饭碗就破去啊，所以足艰苦。
安尼一直煎熬熬到讲安尼退休的时候，唔是办法，所以怎啊甲伊所了解，伊认真去读册，认真去研究台湾历史的时候，怎啊写作迄本书叫《台湾史的概说》。这点我讲，康熙的时代来的是查甫的啦，不可能查甫拢来，所以你可能吼、哦，你的血液内底啊，85%以上拢是平埔族的，哦，可能你爱做一个变更。因为你讲，你也是汉人，但是是安尼国民党来的，先讲中国人袂使求，另外是安对台湾人安尼很冷性的。伊安那性格呢？伊讲只要伊所了解，伊二八事件已经十几岁，伊真了解。伊讲哦，日苏上家人海岸的时候，都一直开枪，一直把气着人来拍，一直拍高扬去，拍死足济人啦，血流成河，淡水河拢变红色个安尼啦。哦，伊看足济迄当阵的书记的迄、那个。记录的物件，原始的记录，有中国人的记者写，有台湾的这个记者写，无发表的，有的无拢甲吹出来。啊，伊讲哦，40几万人，应该是40几万人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个想法讲，伊无法度觉醒就讲，伊要是有一个中国的迄个大中国主义的脑海内底，要咧讲，因的祖先是伫康熙时代就来的，结果搞起来先哦。小学时代咧填这个表现，小学时代会问讲，你的祖籍伫倒位？我就问阮老爸，伊讲啊，咱的公妈牌都写金浦，我甲写金浦，福建的金浦。啊，当时来，哦，阮老爸嘛唔知当时来咧，因为咱都足久都拢伫遮咧。啊，足久是偌久？啊，若安尼，唔是参电信公来的是？啊，不过咱的祖先就原来海产，才甲电信公因老爸都已经合作伙啊，就参电信公来啊。哦，因为唔可能是安尼咧。无去查清楚，可能是安尼。哦，我来甲听，我300年前就来啊，是有数的。实际上吼，我较尾啊较大汉的时，细汉的时唔敢甲公妈后边掀开嘛。较大汉是甲公妈后边掀开的时哦。阮第一代来的时哦，讲第一代，卖讲第一代来，就讲第一代伫公妈辈内底是1830年啊，1830年，唔是讲对啥物伊讲空起来的是17几年安尼，哦，啊，我就一直开始讲古怪咧。咱那是1830年才来咧，啊来的时吼，有的人是拜祖公，有的是拜祖妈，阮规阵拢姓蔡咧，一半拜祖公诶，一半拜祖妈，安奈安尼，啊嘛无去想到底是安，这边拢拜祖公，这边拢拜祖妈，啊这祖公甲祖妈是毋是同代嘛？毋知无去斗未起来嘛？斗未起来，啊，假诶就是讲，阮大姊吼，有去想伊往福建来呢，因囝伫广东上班，伊就使。走去广东佚佗，啊，走去佚佗中间，伊就讲，要来查寻根，哦，走去寻根呢，去给寻根寻了一个礼拜，唔知开偌济钱，佫打电话问讲，咱是毋是确实在即个地址？讲确实即个，咱公妈摆有即个写有写嘞，用去问啊问拢无呢，我免问啊啦，咱毋是遐来，咱本来就遮个人啊。我讲你嘛问哦，你也莫，你也去问到的时候，你加衰啦，你毋知爱摕偌济钱开啊，啊，你问无就算了，转来。咱是平埔族，咱是汉人。我来甲讲，伫电话来甲讲，讲唔免了这个钱，搁伫中国遐拍电话，等下咧问讲，打迄个地址对啊唔对？哦，啊我讲迄拢免问啊。我头先搁讲，这个黄老师，这个黄孟雄老师写的第二点，我无啥赞成啦。伊咧讲吼，一个336页还是37页咧讲吼，伊讲这个庄柏林律师啦。你讲有关台湾的未来安怎？啊，然后这个观点，甲李登辉先生、李总统所讲的，就讲台湾一定要正名正言，啊，台湾这个国家正常化就解决问题啊呢。我讲，我是批来你甲讲，这嘛是无可能的啦，哦，这嘛是错误的啦。啊，我怎啊甲讲咱这个法理论述是安怎？简单呢，我不爱讲想者，我请你若有机会。甲咱注目一下呢，哦，类似安尼，看这本书，互我会当安尼连续看3-4点钟左右安尼吼。主要是，唔是讲我拢完全同意的，但主要是讲，伊话伊足用心去查东查西呢，吼、哦，二八事件迄部分写足详细，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甲看一下，看清楚。二八事件的时，伊收集足济相关的资料。伊甲咱讲，讲国民党吼、哦，真有计谋啊，真有计划啊，将台湾的精英拢抬了了安尼，这是咱
今仔是咱未来迄当阵的精英啊，还是讲未死的迄部分的知识分子啊，拢已经受到足大的震撼、惊吓，惊到要死啊，拢唔敢讲话，唔敢喘气啊，哦，干来会当米都皮来流目屎尔，历史安尼，哦，米都事件发生嘛，同款，忽然每一个人拢噤若寒蝉呐、啊，寒蝉效应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本书是代表咱来。该读啊，着唔对所在，当然咱咧该指正来个纠正，会当未来再办的时阵修改。当然，伊当八十出头岁的人啊，吼啊，叫伊过来进行这工课，可能话有困难。啊，你读过这本册以后吼，我过无几天，我就拄着我的阿姑，我一个阿姑，伊是1936年生。我是1946年生，所以加我10岁。啊，伊嘛是加我车10档，伫台大法学院毕业，伊台大法律系。啊，我拄着我咧甲讲啊，最近的情形安怎？伊讲吼，即马英九安尼创吼，我安尼烦恼讲台湾吼、哦、去互痛去安尼。啊，有当时也袂食袂去，我阿姑你免烦恼，你拢免烦恼，我讲给你听，讲你1936年生，你是毋是日本人？伊想想讲，是啊。我阵都读日本册啊，都开始了读日本册。啊，我你既然是日本人的时候，你爱知影讲你是本土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是现出是台湾，要是日本的领土是美军占领呢？用美军占，甲咱一般所了解，啊，人我拢无看到美国嘞，吼、哦，无爱所相信嘞。讲吼、哦，我阿姑话咧讲清楚，去年6月29以后啊，6月30的时候，太平洋舰队是要做赢嘞。7月这一时哦，千层钢基地的美国空军占了，有够影啊！我在台中人拢唔知道。哦，我同阿公相识，我9月2日去看一届，10月2日过去查一届哦。哦，看看真清楚，即摆已经足清楚啊！中心地带足重要地区，任何中国人都未使入去啦。我咧美国唔是咁足注意台湾呢，唔咧甲咱保护呢，我早都咧甲咱保护呢。哦，是你看袂到呢啊，无卫生，那就太平洋舰队伫咱的。大海四周的巡逻的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，对这个切入，吼、哦，简单解说明甲讲，现主席的情形是安怎？因为我嘛读过这番呢，我咱这套论述我拢甲讲，解释足久的，哦，我拢甲讲清楚。因为我读过这番，我拢无头里只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部分哦，我拢唔知呢。啊，跟读个国际化的时阵，拢讲对。对讲，那想讲去国民党来占台湾有迄合理性，中华民国来占台湾有合理性呢？安尼先，当然是一直想，一路想想，讲啊，那是合理性的先。你袂敢讲，你迄阵台大毕业的先，要考高考拢考袂过，普考也考袂过，要死啊要死，足要死的呢！一两百个吼、哦，台湾人才捡一个啦，吼、哦，用一两百个人，台湾人才捡一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拢考袂过咧。啊，好不容易哦，才考了律师，啊，才去做律师，才会当过一个较省一个看的日子啊。啊，做律师做30几档啊，我顶下有甲直接报告过。宋楚瑜选县长的时候，伊去哦开50万去顶报作个支持啦。我就去啊讲，啊你哪安尼做？因为啊，唔是李登辉的师长，唔是李登辉的什么情同父子的师长安尼啦。我讲非啊非啊，我讲李登辉先生，你讲恁大家选举唔通选了王罗先咯，我是丹顶男，是王老先，还是这个宋楚瑜王老先，你也想看卖？哦，说王老先就是做王老的人哦，骗食骗啉嘛。啊，是什么人来台湾咧骗食骗啉？咱台湾人像丹顶人，很怕病的人，要得罪，伊敢是王老先？伊当然是王老先。所以意有所指，讲你定位你先，你是意有所指，讲恁大家选举唔能选到。宋楚瑜这个王罗先安尼尔，伊无讲宋楚瑜，讲唔通算到王罗先咯。啊，你听唔到？你讲，你家想，哎，王罗先是咧讲啥？你讲丹顶男哦？啊，安尼当然唔通算到丹顶男，都要去支持宋楚瑜的情同父子。我讲情同父子是宋楚瑜讲的啦。哦，伊要叫伊的三支尾八块起来无安尼啊？对不？啊，当李登辉去当阵1996年无要用伊做行政院长，伊就改泼车啊嘛。我就讲足白，我事后了吼。我迄当时我讲唔是安尼呢，我迄当时1994年咧选省长的时候，我就甲我阿姑讲，这政治的问题哦，你干那头发路咯吼，无去查，无去了解吼，看袂出来人咧讲啥。哦，我讲立宪吼，伊缺点就是啥呢？伊拢讲一寡吼，
咱的声起来话，啊，互你吼听拢无。迄若是我咧做人，我着绝对讲真白啊。恁大家唔通选了迄款的人，哦，啊，较具体咧讲对部分，你较具体讲一个事实，卖讲无具体，啊，干来互你去猜想。啊，本土台湾人吼，讲台湾人去互国民党教育吼，洗脑，洗甲清气黏黏。完全无多了解，所以听不出你电话到底是讲什么物件，哦，啊，所以这边我呢，甲我这阿舅哥有一段时间，佮伊安尼详细啊讲咱法律论述，咱的法理论述，然后我甲讲咱2006年十月二十开始过美国，啊，佮我这段现出时的情形是安怎？伊感觉足兴奋啊，因为我恁这群人足辛苦呢，我是啊，拢足辛苦的，拢家己掏腰包，我啊。最近的无用拢无用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拢较无去甲你，吼、哦，甲你坐。无，之前我若去台中，拢挖落去甲坐。啊，就真久毋捌对台中过呀，吼、哦。然后是坐高铁，啊，若塞车无坐高速公路，太无用吼。我就甲讲，啊，就你无用吃，我讲这是足意义的代志啊。我只甲你讲吃，你有了解吼、哦？你等于吼，就甲另外遐阿姑啦，甲咱只亲戚五十无机会拢甲传达这个观念。传达这个讯息，无吼、哦，太侪人拢要伫梦中，要伫做梦，要袂困醒，要袂觉醒，吼、哦。这是我最近第二件代志，第三件，我前两天等于装卡，我等于一向拢真保守，无啥爱去讲这。爱讲的时候，伫餐厅做完过做到哦，关了三日，佫热屁屁。抓屁屁，我八道腰再下起来，啉两罐滚，两啉杯滚水，滚水就落残啊！五点半就落残，做到九点，哦，八道腰干呢，啊，怎啊走去街路食早餐，食我体袂起来，对阮万姐也遐贵啊！我万姐啊，有一日歇个听咧，你吹电风，我怎啊入去甲坐，我就甲讲，我讲，万万姐讲，啊，你若遐无闲，我拢吹你无，敲电话你也无来，啊，一罐物件要去提台北食，拢无安尼。哦，啊，就无用干嘞啦吼，啊，啊，那拄啊，那你无用啥？我讲，我不爱讲我咧无用啥，我讲吼，我讲吼，我就足关心这件代志。我讲，万姐，你几年生？因为我1931嘛，1931年生嘛。因为我是捌事件时，我16岁，我已经是公所上班了呢，已经是公所上班了呢吼。啊，我来讲，啊，那安尼你就见证了捌事件呢。啊，咱二岁死偌济人？用咱二岁无虾米死人呢？啊，是安那无虾米死人呢？因为伊讲哦，因为迄当阵哦，有一个黄营长啊，来住伫这个国校内底，二岁国校内底。迄黄营长哦，真够拍篮球，啊，带伊阿兵啊在咧拍篮球。啊，拍篮球中间啊，看到一个小学的老师哦，写出真介意安尼。啊，你小学老师真介意是乡长的太太，乡长的查囝，乡长的查囝。而且呢，一直想要甲娶这个乡长的查囝呢。伊讲好啊，在这乡长嘛足了解，这乡长吼上济吼，这军法啊，这军法吼、哦，无回好康诶。咱发生这一撮事件时，一定会杀一挂人。结果伊讲吼，真正怎啊，迄查囝怎啊送伊啊？送伊时阵吼，二水嘛是有一挂维安系统诶啊，嘛一挂少年诶，我、哦、要拍倒诶。伊讲足济人诶嘛，骨那下啊，啊结果诶时吼，因为娶了这个查囡仔诶时吼，说怎吼，拢无报去伫面顶，也无掠任何人。用伫迄个时阵，每一个乡镇市拢有死人，唯一咱迄个所在吼在地人无死去，但是有足济人来关，吼、哦，就是我咧顶下捌伫遐讲，阮是属于有一个英雄啊，叫陈川地啊，陈川地伫南洋伫越南诶时啊。帮助越南，吼、哦、啊！结束了，怎啊？等下台湾的时候，伊讲，伊知影讲，这里中国国民党啊，来占台湾的时候，早晚会出代志，所以伊就对越南的是所在啊，运一船的迄个枪支入来，啊加迄个枪支加枪支入来，啊然后去阮后边山遐吼，挖一个足大防空壕，拢甲藏入去来。啊，个人无话故说发生事变呢，事变的时阵，伊参加索隆又合作。啊，我看这个王孟雄那本册内底讲，伊是属治水甲斗六这个系统，甲斗六较有关系。啊，然后有去拍这个嘉义的这个空军基地，
哦，去抢迄个弹药库，阿嘛一直前进到东部人安尼。伊讲哦，因为足侪人去帮助这个弹串地，啊，因为总抓到的时阵吼，拢无解枪杀，拢抓去关，有关十五档啊啦，有滴关十档的啦，哦，去互关的真济，啊无，有滴因为这个乡长的查囝叫有这个黄营长的时阵啊，全拢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啊，这个乡长，我还叫伊阿伯，还阮姓蔡，所以阮这个阿伯。以后选官议员，嘛拢股票当选，啊，一直活到九十外岁才过身呢。但医生牺牲会使讲足大个，哦，啊，阮这个万姐啊，在咧讲伊吼十六岁时吼，对这代志就足清楚，哦，足清楚。啊，我嘛甲讲，咱这个法律论述是安怎？台湾的问题将来应该要往倒一个方向去这个。去这个发展，啊，所以往倒一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，咱的家族、咱的下一代，要安怎去改家事，要安怎去改，吼、哦，会有这个对这个代志有一个充分了解，这是介重要的代志。哎，伊听听也讲有道理。伊讲啊，过去我拢冇听到这呢，哦，过去拢冇听到这，啊，听到二八事件以后吼，上好什么代志拢冇讲，拢冇来加问。啊，但是过这久啊吼，时间过这久，啊，即摆民主化了吼，大家较开放啊吼，啊。你安尼讲，我嘛感觉无要紧。啊，我若有机会，我会甲咱工作内底遮人稍微提醒，要有新的观念嘛，袂使一直想讲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就是中国人。基本上上重要就这点，我讲，咱本来就是平埔族的，吼、哦，咱毋是汉人，对这开始切起。啊，咱甲即阵台湾是日本的，啊是美国占的，啊，中华民国是来代替，是找流亡政府、流亡难民来甲这个台湾。来给咱吞到安尼尔，哎，做公务员做过遐久啊，已经退休啊，八十出头岁啊，嘛无差，所以讲啊，我这个年龄吼，拿来讲起啊，先可能足侪人会当了解，较相信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切入点啦吼。啊，对这讲起的时候，我讲啊，这时我就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，我讲最近我看咱秘书长写一篇文章。你批评咱的台湾民主同盟，台湾民主联盟，是不是？台湾民主联盟讲，伫最近的时啊，派两个人，这是林仲义嘛，吼，派两个人去见迄个参众议员的迄个助理嘛，见袂到参众议员嘛。啊，然后台湾民主同盟本来较早，我也袂来遮进前，我嘛拢定去遐开会啊，去国金拢遐开会。啊！我到尾因遐人做一个台湾民主同盟、民族的同盟啦吼。啊，中间有一两个人继续拢有咧甲我联络。啊，因重要会议我会甲我通知。啊，我若有时间我会去，但我另外自差不多旧年甲之前我都拢毋捌去。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拢有继续甲我联络，一个姓吴的，爱着将因去，迄两个人两个代表去这个美国见迄参众议员的助理，啊，甲迄个结论。来整个状况，啊，甲写到文章，啊，传过来话，哦，我来看看，我不以为然，但不以为然的心，我想，干要甲回批，啊，我都犹豫不决，啊，犹豫不决中间哦，哎，罗小对，咱秘书长对，啊，写一篇足好的文章，非常深入浅出的文章，甲伊批驳讲，你去要求公民自觉解决台湾。是不可能，也是错误的方向。所以我就希望，咱那个秘书长把这篇文章印了，大家看，今天刚好印出来。我感觉这吼，要是一条冤枉路啦，去追究一个公民自觉，去甲参众议员的助理讲，当然伊无见到参众议员，但是呢，见到参众议员的时呢，佮误导整个全局，结果佮误导完呢，这就是讲。这个蔡总统讲的话，跟咱的这个画派所主张的，跟迄个独派的主张差不了多少嘛。这种大同小异，拢是行唔对的路去安尼。哦，我感觉咱秘书长那篇文章吼、哦，可能咱一点钟秘书长就会甲咱报告，哦，会当真详细甲大家分析讲吼。
不管你要追求即摆独立，也是要公民自觉，拢是违反这个美国利益啊！啊嘛是现实上嘛有问题。秘书长在那篇文章来咧讲，伫台湾面顶有无同的人嘛？有本土台湾人，甲非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就讲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嘛，被占领的本土台湾人跟占领者的中国人嘛，啊，你免来去公民投票，免去公民自觉，啊，你讲独立的心，你是要对对独立？按照法理论述，国际法、战争法、军事占领法，台湾跟中国完全无关系啊！对1895年以后，拢完全无关系啊！而且呢，即摆有关系，是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来这个所在，变作一个流亡政府，甲咱暂时照大尔。暂时照大是无可能占有咱台湾的主权啊！哦，那安尼是你嘛无可能对，唔是对中华民国来独立出来，你是对美国想要独立，因为美国的军事占领也着之下嘛。或者是对日本要独立出来安尼尔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条步路拄着困难啦。所以这个问题到即阵哦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啊，独派到阵要想袂清楚。我感觉我就有需要吼，针对独派这个问题吼，一针甲插个破，会完全了解。两礼拜前，咱呢 Richard 对何瑞元先生，伊写一个有关台湾地位的这个国际法的研究方法的论述，迄、那个 PowerPoint， 我嘛甲讲，我讲你写啊足好，吼、哦，伊一点一滴安尼，准伊讲就讲层层吼相关，层层环环相扣，吼、哦，对国际法、战争法、军事战略法，安尼一直落来环环相扣，拢合乎法学原理，合乎这个法律的论述，吼、哦，合乎逻辑。哦，啊！你其他的拢不合逻辑，干人硬硬要争，硬要用争，啊不硬要用争的心哦，到尾的心就站不住脚嘛。啊，咱这环环相扣，合乎法理的逻辑，这个物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。你若过去海洋法庭嘛，绝对赢的；过去日本嘛，绝对赢；过去美国嘛，绝对赢的嘛。类似这个物件是咱为咱法理建国会唯一最强的武器，那么是靠这個。叫做行到今日，这个会使讲开枝散叶的程度啊！你看独派一直萎缩，少年拢唔去参加，就是台湾民族同盟啊，嘛是无啥人拢老火啊嘛，哦，无偌济人啊，你只四五十个人尔咧。我去参加伊几啊届演讲会啦，也是讲内部的开会啦，开会拢只十几个，啊，演讲会是家己阿妈遐算上济啦。杨妈那边遐的先差不多五六十岁，啊五六十岁有天天都散去啊，啊拢不爱参加因的会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力量足有限的嘛。我相信吼、哦，咱论述是正确的，咱的方法策略是正确的，最后咱的结果都会达到咱的这个目标。咱追求的就是自治，先自治，然后。自立了，咱社会秩序拢已经建立个足好势，咱这个社会公平正义拢已经实现啊，咱来建国未慢，这个过程咋办的问题，凡是咱五年十冬看未到，十冬十年看未到，还是讲十年三十冬看未到，但是四十冬五十冬以后，我相信咱的下一代，像咱这摆些少年呢。三四十年以后已经成熟了，他接受我们这个观念下去了，他有法度、哦、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往前再迈进的时候，想慢想慢，我们五十年台湾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。当然我们说五十年社会比较久，我们希望说看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来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然后跟日本变成Commonwealth 哦，变成邦联的组织哦，那像这个 UK 哦 ，United Kingdom 呢，是一个 Commonwealth 安尼吼，安尼就变成真正上完全甲中国脱离关系。所以咱将来啊，咱将来的政策足重要。本来这个罗老师讲，叫我讲明仔载来讲，
国家的运转。啊，国家当然上重要就是政府嘛，所以讲国家的运转甲政府的这个运作拢足重要。啊，但是我伊用伫遐咧食暗顿的时，都拄到咱的迄个德国转来这个先輩吼，咧讲农业的问题，我讲讲足好呢。我讲他明仔十点到十二点，就请伊来讲，因为他叫什么名，说袂记咧。季哈季教授啦，季教授季博士，季博士是我的先輩啦，吼、哦、啊、台大农经系毕业的嘛。啊，我想这两点钟会，伊转来有时有阵的啊。啊，我伫遮是长期伫遮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早讲晚讲拢有机会人讲。啊，季教授你转来时，你得拜托你明仔甲大家报告两点钟，有关你对台湾农业建设的观察啊，甲你的见解安尼。啊，我伫两个月前。我嘛写一篇台湾未来即农业建设要安怎做，迄篇文章来迄落只 email 吼、哦，互你甲阮指导一下呢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迄篇文章可能我有三万字哦，将近三万字吼、哦，我落落长啦吼、哦。迄是去年开会，去年八月时阵，去年八月时吼，召集几个教授啊、甲专家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开会讨论了，我执笔甲写做。一篇较一般性的文章安尼吼，啊，包括这个咱的潘英仁教授，啊，甲这个何清耀先生，伊的意见甲控制来对，变成咱的公共政策研究案的第一个案子安尼。哦，啊，咱足希望讲有这些咱的专家来参加咱的法律结构会。啊，咱有的人讲啊，我读不外这册，啊，我唔是专家。别这样想，因为啥？所有的学术研究，不是说要读到很高级才当做学术研究、哦、我记得有一本书在说中国的这个农业农业的那个革命、啊、还是说农村改革还是农村革命的事情，叫做翻身，用英语写 F-A-N-S-E-N S-H-E-N 翻身，这个翻身就是讲中国迄、那个农村社会哦，非常落伍，非常不满，所以透过共产党的革命，啊，让农民的生活会当改善。这个作者，伊本身改成是高中的是学院大学毕业尔尔，伊毕业了时，伊伫拢咧研究中国的问题，所以伊就写一本册，足有名的叫做《翻身》。哦，我伫迄、那个。美国读册的时候，在巴提摩，在那个 Johns Hopkins 读册的时候，去读政治学的博士班，一定要读这本《翻身》这本书。所以做研究不一定要提到博士，提到硕士，你高中毕业也当做研究，大学毕业也当做研究，特别你有趣味的问题，都可以当做研究。我讲一个哩，有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，在十九世纪，哦。1820-30年是足有名气的，伊本身参小学无会读，所以咱讲语文的重要。伊敢若捌一个26个英文的字母尔，伊八岁就对因老爸做生意啊。因老爸做啥咧？开证券行、证券商。伊八岁就甲因老爸斗三工啊。啊，伊会晓迄26字，伊就当拼音，伊就当学英文啊。啊，学英文学的，伊伫个。27、28岁以前伊吼拢咧做啥化学研究、矿物学研究、数学研究，拢读迄方面去。28岁时吼，伊看到国富论的时阵啊，伊才觉醒讲，这才是重要学问啊。伊从开始研究经济学，甲一本册读甲足体的，啊开始研究经济学。40几岁时，伊就出一本册叫做这个有足有名的讲租税原理。哦，课税原理的物件，哦，甲地书迄、那个地书论，迄、那、就、個、是 Ricardo， 哦 ，David Ricardo， 我足钦佩这款人。伊嘛无正式的学校的受学校的训练哦，伊干那一直读册，一直读册，然后伊就开始写文章。伊第一篇文章甲先生讲黄金的计小，黄金的计大的问题，因为迄个阶段都在争论上价值跟价格的不一样。为什么价值跟价格不一样？在沙漠里面水是很价值的，但是水的价格怎么那么俗、哦、价值见官，但价小怎么那么低，一般我们在吃的水
啊，泉州这个物件，那贵价呢？啊，都未吃哩，那贵价呢？哦，这个价值跟价格分歧，啊，这个问题，争论个足久个，啊，伊就讲黄金的价值伫倒位，类似这款物件。后来伊有一个谷物论战，参马萨斯的论战，讲英国是不是应该自由贸易？哦，啊，伊是主张自由贸易，伊是首先哦接触自由贸易的理论的人啊，哦。李卡德，咱中文翻作李嘉图啊，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台湾吼、哦，学术的研究无够普遍，因为拢变作讲，敢若读较研究所去的人才会做研究，非常爱改变这个观念。咱的公民的教育非常重要，就是啥？过去咱五六十当拢浪费足侪时间伫遐咧背诵中国国民党迄、那个流亡政府荷兰遐无路用的物件。考试拢考遐有限的内容，啊，拢考遐伊知识的物件，拢伊固定的教科书。你超过教科书范围以外，你就无法度自己思考。无法度自己思考的时候，你就无可能家己做研究。所以咱希望咱将来教育一定要大幅度改革，改革较好，咱每一个人拢家己会当自家己去思考，家己去观察，家己去思考，观察甲思考是研究的开始，绝对唔能用背诵的。我读册从来唔爱背诵，所以我自少年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教科书我就足爱看的。教科书等啥？等考试到啊，进前看一下就好啊。啊，关系考过有及格就好。哦，有及格就好。我原则有及格就好。我捌讲一个笑话，我的小女儿数学考六十分，我太太足紧张的，都甲怕呢，要甲骂，要甲怕呢。我啊，有可能有人考四十分的，我有哦，嘛考二十分的，我有人考一百分的。用无呢？有九十分、甲八十分的，哦，我无要紧，六十分就好，哦，大家拢考六十分，你就第一名。大概前都考试，你若考六十分就袂歹，哦，啊，但是你爱用足侪时间去读课外物啊，因为教科书内底哦，拢是局限你的思维、局限你的思考、甲局限你的观察，这是不对的。互咱的创造力拢无法度发挥，拢全埋没去。所以咱足侪人才哦，伫这五六十当年来，咱的创造力萎缩，是好个在。咱的工商界因为生存甲竞争的关系哦，咱的工商界就蓬勃发展。蓬勃发展的结果哦，足侪人优秀的人才拢进入工商界。那这人就要甲政府官界来做代志，绝对是政府绝对做得足好。真可惜讲，这一流的人才走去这个工商界，所以三流的、四流的，才参加高考必送的方式考入去。考入去了的时候，即使考了第一名，考了高考第一名。对这小孩无贡献，还是贡献足少的，甚至是负面的。陈水扁伫台大拢读第一名呢，李秀莲伫台大拢读第一名呢。李秀莲伫我大二、大三，我都知影这个人啊，有才女啊，伊摕到理事奖学金，哦，大学新闻甲写足大篇，相片拢出来，我知影哦，这个才女。但是伊脑筋落去哦，遐屎甲伊充满在脑海里面啊。甲真要你提供九六共识，我九六共识，大家拢去投票选总统，所以台湾已经独立、主权独立啊。正是为了咱的迄个合作人、何顾问讲，啊，这敢有惯例？国际法内底嘛无安尼写，无一条法理论是讲这安尼，经过公民投票，经过迄选民投票选出总统，他就是变独立国家。这法理上国际法都无这个规定，这嘛无惯例嘞。就惯例来看，也没有潜力可言呐、啊。我安尼该正家呢，正家说，搞足歹势，佮讲落去啊！伊话不要再讲下去，不要再讲下去。伊无法度改变啊！啊，我嘛提咱林秘书长的文章好看呢，伊嘛提恁出，安尼看过哪个月呢？看过哪个月，干嘛是提来闲话？我后摆敢唔讲，你来看我，看我。啊，所以表示讲，咱这个教育的重要性，甲你洗脑，一直甲你洗脑，健康的物件买互你，无健康的物件，伊甲你灌注伫你脑海内底，你只好误导自己啦。正如讲，咱即个电视甲报纸，甲国际消息拢封锁起来，啊，健康拢负面呢。哦，美国负债十几条啦，十四五条啦，即要这国家都要倒起来啦，末日来了啦，安那多安那，哦，中国，欸美国公债的时候有一条窝啦，不得了啦，这要足强的啊！
我妈叫妈来甲讲呢，讲万姐你卖想讲伊就足强，伊是善甲要死个呢。伊若讲中国，伊讲哦，即摆国民所得上面全世界第二呢，比日本比较大呢。讲啊，若每一个人分起个心啊，全世界一百个啦。啊，一百离咱足远个嘛。啊，若合起来当然真大，伊国家较大嘛，人口十几亿嘛，对不？合起来是真大，但分起个心哦，大家拢无通食个饱。安尼，即国家是贫穷国家嘛，贫穷国家，所以不值哦，不值事业哦，免去遐重视啦。哦，当然啦，你讲今日咱上歹就是讲，因为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咱上物质就是讲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不管是国民党做执政，还是讲这个民进党执政，伊拢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底下。你运作，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底下咧运作的时候，伊就未使超出中华民国宪法的范围内底，未使超出这个范围，走去外口讲话做啥代志啊？呢，限制在那个地方，哦，啊，所以政府是有行政单位、甲立法单位、甲司法单位，啊，所以假使讲伊若真正三个拢独立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体制嘛是互相卡住，嘛无法度改革啦，啊，无法度改革的时候。这个社会就一直挪，一直沉沦下去。咱经济有咩帮助呢？经济有咩帮助？所以吼、哦，在这个所在吼，咱有阵感觉足郁卒的，因为伊安尼甲你换这个经济先，互你换到大家拢生活真艰苦，你就无力去甲反抗，无力去甲抵制啦，你知道？这个问题就严重到这个程度了。而且呢，选举的时，钞票甲压落去，选票就过来，因为大家足艰苦。基层的人足艰苦，哇、哦！一张哦，买一张票的时候买1000块，甚至2000块，享受500块，对人够足有诱惑呀、啊。啊，所以钱人收来去无投票会袂使，所以买票的效果会增加，经济哪摆伊买票的效果会增加。啊，这个情况变作真无合理，哦，一点的不合乎公平正义原则，啊嘛唔是民主政治，完全违反民主政治的原则，安尼伊咧选这个选举。所以哦，我们算是很清白，我们很清醒啦。咱法律建国会真清醒、真清醒。哦，我们不跟他们玩那个东西了。啊，咱们希望讲，大家听听，换邓爷心吼、哦，把咱这个观念跟论述去扩散出来。希望所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，拢一旦觉醒，不跟中华民国玩选举的游戏，啊，咱就成功啊。我今日。将我的感想，吼、哦，直接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啊、希望大家伫这两天外、三天内底，吼、哦，真辛苦，明仔真辛苦，规工坐伫遮。啊，好个在，寒上寒过去啊，吼、哦，上寒阮这边来6度，呼、哦，寒到暗时也困袂去。过来上山，哦，顶个月热个呢，像我即摆安尼烧啊流汗。顶一摆哦，且一个月前呐，像安尼伫遮咧讲哦，讲啊了先。这个下次拢打面，这个下次拢打面，透到外口来，哦，热上嘛赶快，伊用我面巾一直擦汗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即摆秋天到啊，啊，较凉，所以明天很辛苦，从这一天不简单，后天搁再中下一天，啊，但这就是对咱的心智、意志的一款锻炼，哦，大家坐条听落，有心得、有觉醒，就是咱上大的愿望，哦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多谢。来，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，休困。